腿麻脚麻，不要怕，告诉你一个好方法，不要再乱吃药了。今天你能刷到我的视频，证明我们俩有缘。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哪怕只有一个人给我点赞，我也会很高兴，这样会让我认为我发布的视频是有意义的。不管你腰疼腿疼多少年，是否出现了走不了几百米，经常晚上疼得睡不着觉，稍微动一下就会疼得不行的情况，无法正常工作，这大多半是由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的。中医认为腰椎间盘突出根据寒热虚实分为气血不足、肝肾亏虚、淤血阻络、寒凝气滞，还有热毒炽盛的。而气血不足引起的腰腿疼痛在临床上是最常见的。如果气不足则血行无力，气不能推动血液的正常运行，无法濡养筋骨，从而导致经络不畅，不通则痛，经脉失养，进而出现四肢麻木的症状。具体你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属于哪一种情况，还需要结合您的具体情况辩证治疗，一般半个月不能有明显的缓解，但是要记住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用药，导致病情越来越重。